女星孙艺珍的双眼满满爱意，眼神完全无法从丈夫玄彬的身上离开，看着他比手画脚，开心的分享。有网友抛出几张照片，透露出这对迫降 CP 升格成为父母之后，互动仍是甜蜜依旧。去年十二月底，网友先看到玄彬出现在日本东京目黑区一家童装店内逛街，似乎是在替儿子小豆子制装。没想到晚餐时间就在知名的披萨店看到夫妻俩，没有避开人群，互动自然，沉浸在两人世界中。一旁的粉丝都快被两人幸福闪瞎了。玄彬和孙艺珍结婚后生下儿子小豆子，女神孙艺珍火速恢复少女身材。잘먹는거잘웃는거回到自己工作岗位，更难得的是孙艺珍人美心更美。日前举行跳蚤市场义卖自己的衣服和饰品，总收入大约有4000万韩元，大方全数捐出。另外还和老公玄彬合捐1.5亿韩元，大约是384万元台币，帮助病童和单亲妈妈。玄彬和孙艺珍两人的日常生活就宛如韩剧，唯美幸福。华视新闻综合报道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